当我知道了领证的真相之后，他却对我说：“你俩已经这样式了，你还想咋的？”“我不想咋的呀，我知道现在都不重要，但是我不能接受他还在骗我。”“那他要提前告诉你，你俩还能走到这一步吗？再说这也不重要了。”“那我不能总一直被骗吧？”“那既然都和好，就好好过呗。”“哎，不是那回事儿。”“那你还想离？”“哎，我只是想知道一个真相，不可以吗？”“可以。”“不是，哎，你干啥来了？”回啥呀？咋有外人啊？啥话不能说呀？反正到这儿了，直接说吧，行不？咱俩都这个年纪了，我不想等了，我也等不起了，然后就串到他们一起，把你灌多了，就那样。那你第二天为啥不告诉我？而且你们一起骗我，能好玩吗？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，我总不能眼看着你再离开我吧。所以你就选择用这种方式把我留下，是吗？如果你要是不想继续的话，我也不想勉强你。哎，我只是想知道这个事儿的真相，但我并不后悔。